報告します。バヤホンという人が会いたがっています。バヤホン、让他进来。はい。包先生，里边请。吉川少佐，别来无恙。包先生，请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包先生，有何贵干？我知道，吉川先生，你们也一直在找吕万才的把柄。我刚接到线报，吕万才的秘密就藏在天蟾大舞台的地下室里。你说什么？地下室？对，他吕万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玩一出瞒天过海。吉川先生，如果您愿意，我们共同合作，一起揭开这个盖子，让他的秘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包先生，我还有要事，小野君，松包先生。包先生，请。我们没说明白。包先生，都听明白了，要洗。鲍先生，请。啊！我吉川先生，那我就告辞了。